先来看到风台消息，中头风台杉树将可能在拜六礼拜影响到台湾，气象局估计上近是明仔下暗会发布这海上风台警报，嘛因为杉树的强度有增加，不过拜六要挖进台湾的时阵，可能是强烈风台，啊，东半部甲恒春甲屏东这个所在，可能是上会受到影响。杉树风台伫咧过去一天增强的速度正紧，目前已经发展到中度风台警报。继续向西平山震动，气象局长李明典伫咧 FB 大文警告讲，杉树风台是爆炸性的发展，增强的速度正惊人，爱正谨慎的面对。气象局上紧伫咧拜四暗就可能发布杉树风台海上风台警报。大致上而言呢，还是会朝着巴士海峡这边行进的几率是最高的。那以这样的路径来看的话，气象局不排除会在明天的晚上或者是后天的清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那至于陆上警报的部分，就还要再观察了。气象局预测，杉树风台将沿着高压的南边向西边山震动，慢慢挖滚台湾。这个风台虽然强度增强了正紧，但过去七级风暴风半径120公里无算大，所以路线稍微较偏散，就影响是不是发布陆续的风台警报。在办事了，太平洋高压减弱的程度也是影响风台走向的关键。9月11号的时候呢，杉树台风就朝着台湾的这个东南方移动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慢慢整个巴士海峡还有台湾东半部的这个风浪就逐渐的增大，而且降雨会慢慢逐渐的开始。自拜六到拜日，台湾将会受到风台影响，南部加东部雨会上明显。专家提醒讲，除了太平洋高压自拜四开始减弱，风台还佫伫咧一个大气压带内面，路线还佫有变化，民众要随时注意详细的天气预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